OK， 长这样，那蛮小的、哦。这装一顶四分之三安全帽应该是没有问题、啊。四分之三安全帽应该没有问题、啊。好，钥匙孔，然后开关。那这款笑的是没有带灯的。那其实以前装 GB 带灯的很多问题，就是它到后来那个带灯的开关都接触不了，就是底座部分都接触不了。哦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带灯也 OK 啊。那就是它的底座的部分，跟 Gibby 长得蛮像的哈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OK， 那是它的固定座，所以我等一下先把后箱先装到后箱架，先把它锁上去，然后它两只钥匙。哎，所以它是锁的方式就是盖下来，盖下来之后它就合上了。可以锁起来。OK。那我们接下来看 Virgo 的双层后货架 ，Multiple 的双层后货架。OK， 这是它的保固卡。这应该是主体的部分，其实蛮重的，蛮有分量的，蛮重的。这个是后面支架部分，就是从扶手那边锁出来的支架部分，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，这质感蛮好的。这应该是平光黑的烤漆，这字体应该是感觉是雷射雕刻上去的啦，它有一个。有个凹陷感，这应该是雷刻上去的。好，那是它的小靠背，很可爱啊，这个好轻哦。就是这个看起来是海绵材质，哦，很硬的海绵。然后再加一包螺丝座，螺丝座大概有四个，这应该是四只 M6 螺丝吧？哦，我没看错，哦，有五只、六只、六只，内六角 M6 螺丝。那它的装法大概是这样，就是四个零件，然后组装完成这个本体，大概像这样。OK， 好，那我准备好，我现在组装我的后货架。OK， 好了，那都组装完成了。那剩下一个动作就是要把那个后箱底盘装上来。来研究一下怎样锁才固定比较好。不过我发现它会有点突出啊，我觉得这样好像。就不太适合装这个小靠背，这小靠背我可能要拆下来。看到它中间其实已经有留一个洞，哦，中间有留一个洞，看到吗？这里有一个洞，对，它其实已经是可以直接把后箱直接锁在这个洞上面。上感觉好像也不太需要锁它的固定片，它这里有写，因为它这种固定片，这种固定片是要锁这种有两只长条形的架子，它才有办法勾在两个架子上，然后锁中间锁点。但是因为这一组货架它好像不是这个构造，所以它应该没有办法使用它的固定片。OK， 现在发生一点尴尬的事情，就是它附的这螺丝啊，它长度太短了，它让过去之后只有突出这一点点距离，看到吗？那
用它原本附的这个原本锁小靠背的螺丝是刚好的，所以应该可以用这个来取代。OK， 好了，我就固定好了。好，不过我觉得这样太松了，我要再把它绑个束带。最后再把这个束带剪掉就可以了。好，剩下就是剩装上车啦。OK， 好，这是我的简单的组装。OK， 我现在要来装这个假靠背，这个背枕，这背枕不便宜，要500多块。它看起来是专用的，因为它上面有注明是 SH29。OK， 那它的装的方式就蛮简单的，上面有写，它就是先锁两个夹片上去，然后再从里面打两个洞过去，把螺丝穿过去锁起来就可以了。OK， 那这边有写，就是大约是 6mm 的直径，然后它在上面，摄影机可能拍不出来，我再补上我的照片，它已经有两个洞在这里，照手指的地方。它那两个洞，它没有真的打，但是它有标记那个记号出来，所以我只要照那两个记号把洞打上去就可以锁了。OK， 那这是它的配件，那配件就是会一个，这应该是类似垫片之类的。好，那这是它的夹片跟它的螺丝。OK， 好，这是它的螺丝，所以它这个装的方式蛮简单的。那我现在要来准备打洞。OK， 我现在准备来拆掉我的后扶手，和我的后扶手那我这拆完之后就改成我的后货架，装在大概装在这个位置。 OK， 这需要花点时间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开始来施工了。